演员王大陆前女友有新大马女神封号的马来西亚女星蔡卓宜30号在社群分享她的唱跳新歌 I Don't Care， 还透露报名了乘风破浪2024征选。这几年最大的进步不是唱歌跳舞，是自信与勇气。而乘风破浪官方微博也在30小时后回应报名已收到。她在2020年参加爱奇艺女团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，不过最终没有成团。如今在报名唱跳类节目，粉丝们都相当支持。我的未来我决定，为我的态度不要太酷。